回来了。你站住！我跟你说话呢，别。让我看心的像你的孩子，每当你的手走过我的心房，我知道这世界只有你能让我的心走进这小小寂寞的思念乡，我想去欣赏你美丽的模样，这就是我最幸福的方式，爱你是我最想要做的事，我爱到失去你哪怕一分一秒，我想在背影里淋湿，这就是我唯一爱的方式，我愿陪你做你想做的事。看完不过瘾，看完还想看，关注超爆笑全网公众号的精彩视频都来自这里，请点击微信右上角加